WWE 的超级巨星约翰塞纳的收入在选手里面排行第一，他的周边商品和年薪加起来超越了布洛克莱斯纳。这位选手如今有着很轻松的日程，很少出现在 WWE 的比赛当中。如今在摔角狂热上被送葬着击败，在超级皇家大战比赛之后，约翰塞纳就没有出现在 WWE 比赛当中了，而是和成龙一起去拍电影，还学到了中国功夫。约翰塞纳的个人微博昨天下午发出了一段视频，他昨天在成家班进行了特殊训练，这次的训练他向成家班的人们学习了中国功夫，对此还做出了自己的发言和对中国功夫的称赞。他说中国功夫很厉害。视频中约翰塞纳用中文说道，中国你好，我是约翰塞纳，电影团队给我下午的休息时间，所以我回来成家班训练的地方，我向成家学习了八极拳，八极拳很快很强，我想学习八极拳，对此我可以用的 WWE 的比赛当中，我的招式名字是闪电拳头，我要把这个招式用在9月1号在霸王举鼎后使出闪电拳头。现在约翰塞纳在成家班学习八极拳，要在 WWE 的比赛中展示他的中国功夫，使用他的闪电拳头。